冲凉了呀！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他送你满腹情感拥吻他，像个手法温温柔柔，美丽美丽放下，被无敌满风不禁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在心中的他。他送你满腹情感拥吻他，像个手法温温柔柔，美丽美丽放下，被无敌满风不禁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在心中的他。在跟踪我与这晚在跟踪我与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停调换跟他归家，生锈的冷风不准吹起他，他那柔柔眼神话又对我说话，轻轻声音飘飘声音慢慢转来吧，对我说两万次的爱我吗？他身的晚风紧紧拥吻他，像个说话温温柔柔，美女美女放下，被无敌晚风不禁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在心中的他。一生的晚风静静拥吻他，像个说话温温柔柔，美女美女放下，马上十万了，我们一起上十万人，还有最后五千人就上十万人。四千人就上十万人，这晚在跟踪我与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停叫我跟他归家，生锈的冷风不准吹起他，他那柔柔眼神花又对我说话，轻轻声音飘飘声音慢慢传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？他生的晚风正吹起他，将个雪花温温柔柔，美女美女放下，被无敌晚风不禁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在心中拥吻你。他身的晚风静静拥吻他，将个雪花温温柔柔，美女美女放下，被无敌晚风不禁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在心中的他。首歌呢？初恋情人，快点啊，快点、啊！来继续，不要停，还有三千人就上十万人了。人气票，一还有三千人就上十万人了。人气票，一起送出来。当你有曾的某天也不必抱憾，也不偷偷总比分手中会变伤，
当你要走的某天，也不必抱憾，让我打招好好，这已能水回行。爱永远有些缺陷，特别在春那月夜。爱永远有些遗憾，可是相思也是缘分。放任你依靠在我身边，缠绵梦的痴心温热，变成遥远分手大作伤。不要动他，黑了，我想揍你啊！你为什么要动他？黑了，快点！情与爱情，快点动一下。分手带走，怎么变得这么黑？你动到哪里了？刚刚？啊！你为什么要动他？死肥肥，动到我哪里了？搞得我那么黑了，黑了也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你扔得掉呢？你九万人都是费劲呢，为什么呢？你掉人呢？照了这个点就掉人，这是干啥呢？人都去哪了呢？那人呢？一天到晚的，真的是。他刚刚动到哪里？你问一下他们，不然动到哪里了？人气票我们再次送一送，人气票再送出来好吗？好看吗？不好看，我看不清我自己了，我看不清呢，我太黑了刚刚啊、来家人们，打肥肥，他们说这个小哥哥好帅，太开心了。我就是有人说我像男生，但像男生有多好呀，女生有男生的样子是很帅的啊，是不是？你动到哪里呢？在的哟，动到哪里了？到底啊，人不睡觉吗？你这是过了啥日生活呀？八点钟就睡觉啊？你是什么年代呀？来休息一下吧，老板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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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要这股劲儿，我这个劲下去了。雨花石走一步，让我唱一首。那个千年等一回吧，好不好？或者我唱杜琴也可以，千年等一回，或者唱杜琴，或者千年等一回，好吧？来杜琴吧，一个人撑起全场，来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亮一点了，亮一点了，但是还可以再亮一点点。啊，官人，奢商夫人呢、啊？哎呀，太，哼。西湖美景三月天内，春雨初秋流入眼内，有缘且你来相会，不愿对面手难携，心眼守得共船渡，百年修得功成绵延。若是千难恋啊又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若是千难恋啊又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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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娘子，官人，我的嗓子哑了。官，
西湖美景三月天呢，春雨如酒流入眼呢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不愿对面手难牵，心愿修得共船渡，待你修得功成绵延。若是前那年啊又早还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若是前那年啊又早还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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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啦主播疯了，主播疯了，你们觉得男生好听还是女生好听呢？华侨流水，华侨流水，哼，吹得我头痛，但是我又想吹。来上九万人，浑身解数都拿出来，一首《华侨流水》送给大家。阿哥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是个男生。阿哥，阿妹，阿哥，我们一起去赏月好吗？好，走。那春光草喧闹了枝头，花瓣颜色好，阿妹更娇羞。看那春水流、哦、流个小桥头，风吹歌声飘飘过吊脚楼，吹起我的芦笙，妹妹你唱一首。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、哦、带上我的米酒，哥哥你尝一口，甜在你的眉梢，醉在我心头。今晚月色月色下的阿妹格外的美丽。阿哥不要这样看着我，看那春光草喧闹的枝头，花瓣颜色好，阿妹更娇羞。看那春水流、哦、流个小桥头，风吹歌声飘飘过吊脚楼，吹起我的芦笙，妹妹你唱一首。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，带上我的米酒，哥哥你尝一口，甜在你的眉梢，醉在我心头。怪不得你的风扇搞错了，对着我的头吹，打你！你不是不是那种转得动啊，来啊！咋这么多人黑粉呢、啊？真的是！哎呀，我像我这样的主播，你们是珍惜吗？真的是！哎呦，像我这样的主播，又不为你们料礼物，就给你们表演节目，还要来说我呢？咦，真的是，还说什么女生很扭捏？那女生不扭捏，怎么衬托成男生的这个？帅气的是不是啊？接下来的时间唱慢歌，累死我了。哼，我不唱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不唱了，我不唱给你们听了。哼，你们也不夸我一下，我就都卖力的表演了一个小时了，家人们。我一刻不停的表演了一个小时，能不能夸夸我？夸一下我好吗？我
啊，头晕。谢谢啊，哔哩哔哩爱你哦，哔哩哔哩的爱你，来夸夸我，爱我你就夸夸我。哎，不行，我还唱首歌。九万人了吗？上。头好痛，家人们，真的头又痛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好了没几天又痛了。要要要，吃个闹。夸一夸小糖糖，夸一夸我这个什么，好听好看，点了我的关注没有？送出你们人气票没有？欢迎神秘人大哥啊！欢迎神秘人大哥，继续来嗨起来。刚刚看到有人夸我说我是治愈系的，嗯，开心。谁想听我唱世界第一等？谁想听我唱世界第一等？来扣一波一来。欢迎我，感谢我神秘大哥的华子宇啊，华子宇啊。想听啊，世界第一等的来扣一波一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我才学这首歌，我唱的就啥也不是。如果你们抱有太高的希望，我就不唱了。但是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听，尝试听一下唐艺版本的世界第一等，我就斗胆唱一下，好不好？怀疑我神秘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来，想听吗？世界第一等，人气上到九万，好吗？人气能不能上到九万，家人们？人气上到九万人，我要唱世界第一的，一起帮我感谢一波神秘人大哥。头发这么乱，你不知道这是今年最流行的睡醒的那种自然发型吗？这是你们扎不来的发型，知道不？这种发型就是最流行的。一天就学会了，想多了，唱的啥也不是。但是你们想听呢，好多人说想听我唱世界第一的，我就尝试一下，不准录屏啊！但是录了屏呢，别人又说我毁经典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世界第一的，我准备一下，你们人气再往上走一走。来，世界第一等，世界第一等啊！这个我相信这首歌就是属于就是，每一个男生应该去 KTV 都会必唱的一首歌啊。你们可能比我唱的就是，准很多啊。就是我唱的真的是啥也不是，但是就是大家就娱乐玩一玩，不准说我不准呢、啊。我知道我不准。来，8.8万人一起上10万人 ，Come on！ 人气票再送一送，这些人不好伺候啊，你才知道啊，都主播真是太难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要照顾到，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些人喜欢你这样，有些人不喜欢你这样，就是个喜欢你那样，一个喜欢你那样，哎呀，这个把众口难调，嗯，一动不动了，那我就唱吧，你们不能笑我哟，我唱世界第一等呢。不准笑我哟，Let's go， 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点点赞，送出你们人气票。九万人了，全部看我出手了！
生的风景，一树大黑的风影，有时变，有时变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着相信。人生的风景，一树木长长投影，莫惊天，莫忧人，命顺命歹拢是一时。一杯酒，两家人，三不四马来斗阵，别叫讲，别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顶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风寒破破浪来前进，天天天，天永远，我情愿也好兄弟。不唱了。这首歌唱的毁经典了，好听吗？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人生的风景，七秋大黑的风影，有时变，有时变，亲爱朋友，你得小心。人生的风景，一树莫飞出头顶，莫怨天，莫忧人，命顺命歹拢是一时。来，换一首，换一首，换一首我熟一点的闽南语的歌，换一首，换一首。那首歌叫什么歌去了？那首歌叫什么歌去了，家人们？我还会唱一首，我唱的比这首歌好，闽南语的。那叫什么歌去了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叫《拱虾米》。哦，爱情骗子，来，爱情骗子，我问你啊，来一首老歌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爱情骗子，我问你啊。这首歌我不会唱，真的啊！这首歌可能唱的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啊。来，欢喜就好，我不会唱哎。来，讲啥物，我亲切天顶的仙女。讲啥物，我亲切古早的世事。讲啥物，你爱我千千万万年。讲啥物，你我梦里。你的流星都对在哪里？好听吗，家人们？这是我唯一这个是好好学的一首这个闽南语的歌啊。虽然他唱的啥也不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那唱歌，你就看我的鱼耳纹。我不光有鱼尾纹，我还有痘啊，还有什么坑？你咋就天天我就是看人家的缺点呢？你不能看看我的优点吗？真的是天天盯着人家缺点看，你是有多不幸福啊？今天我神秘人大哥怎么这么安静的呀？今天神秘人大哥，你说一句话呀？你说一句话，你说唱的好，快点。快点夸一下我，好听，太棒了！那再来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，好不好？今天唱歌唱上瘾了，在家唱唱个够，唱个够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苗族鼓，感谢苗族鼓，谢谢大哥，说话了吗？啊，说话了吗？说了。哎呀，我这看到没？对，在家里。
什么呀？那个说什么呢？去厕所笑笑啊？厕所笑什么？你一不唱歌人就掉了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太难了，做人气啊！来，才艺主播做人气就这么难吗？啊？你月亮星都堆在哪里？谢谢苗族五谷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。大哥说去厕所了啊？为啥我一唱歌他去厕所呢？厕所去笑了，为啥躲厕所笑了？谢谢平安开通的会员。其实清清明白，一心落地不能等下，那天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沐风故地清澈多苍凉，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有时落，好运充满娇气更爱香，伤痕停住掉，气氛过得别爱别阿家哎呀，不标准的是不正常的吗？是是是是明灯下，是是落地明灯下，那天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沐风故地清澈到苍凉，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，不是去失落，好运带门，充满娇气刚来下，三魂天注定，七魂孤单别爱别阿家哎呀。人气票才1.6万人助力了，家人们呐！我们一起头顶上黄三星，把人气票助力人数冲到2万人，好不好？感谢49号啊，49号。哎呀，你们在我这里，在我的直播间说，唐毅唱歌全网最好听，只能在我直播间说啊，不要去其他人直播间说啊。小心你就被别人喷死了。哎呀，来，神秘人大哥还躲到厕所笑呢，神秘人大哥还躲在厕所笑呢，你咋还在厕所里啊？抢8点到9点的人气票啊，家人们，人气票，人气票，人气票。人气票是我们粉丝团的一个凝聚力的展现，你知道吧？凝聚力的展现，就是我不要你们送付费的，咱们就送免费的助力人数，就拼这个助力人数就行了。今天在室内咱们有3万人助力就可以了，哎，能不能到3万人？给我那口红给我好吗？我的嘴巴已经没有口红了，但是也很好看，我觉得啊。啊？什么？干掉榜一？干呀，你倒是干掉榜一啊，你倒是干掉榜一，我等着你干掉榜一来。确实很好听啊，哎呀好冷呐、啊、哎喂哎哎，天下有情人呐 啊， 啊，对不起，有情人太高了，不唱行吧。
来首粤语歌吧，我最擅长的粤语歌。最擅长的粤语歌要不要听啊？哎哎哎，你不拿个口红那个。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跌倒之后再可以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来唱一首，只要我不唱歌你，我就打死你们，我想打死你们。掉人了，现在我马上掉到只有6万人了，我太难了，家人们，我好难，我好难，我都必须不停的唱，必须不停的唱，不停的唱。干掉榜一。来首我最擅长的粤语歌，护花使者，开玩笑。还有饿狼传说，饿狼传说不擅长，饿狼传说不擅长。牛真还唱牛真呢，那个说我全世界第一的，能不能出去啊？真的，你这种捧杀我真的看得好烦，我真想掐死你。说什么啊？你全世界第一啊？什么什么？哎，把我捧到天上去了，就让别人骂我是吧？啊，哎，真的是啊，就你能说得出这种话？来一首粤语歌好吗？说人气票，你叫来人气票，来头顶上的黄色爱心，你这啥也看不见，太不是，你怎么这个搞得最暗才行啊？秒针啊！哎呀，啥也看不到了，唱首哪？